整个港口化学物品爆炸量相当于20颗原子弹，但爆炸的话，这里将变成一片死海。特勤中队的，给我往里看，打到了空间站。所有人都撤！队长，我感觉我真的要死在这儿了。你不是还有老婆孩子吗？走吧。老板，他羊水破了。走吧，没有地方了。我老公就在前线救火，你们这群人不觉得他拼命？你为什么一而再、再而三的骗我们？我如果我事后还跟你说。你们谁还敢进去救火？你太不了解消防员了！来呀、消防干燥，早晚会有牺牲。准备战斗！是。水管不好。啊。对不起。